台北市政府的公务员竟然是涉嫌贩毒被逮哦，这是检警发现是有人在网络上贩卖大麻，那我们就掌握了嫌犯疑似就是台北市府社会局的女科员，而且还在市府的门口公然交易毒品。今年清晨，专案小组是搜索她的办公室以及住家，在她男朋友的住处搜出了毒品，目前正在清查毒品的来源还有交易的对象，扩大侦办当中。 Hello，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